I am Pei Fen, the winner of People's Choice Award and Store Most Popular Online Award winner.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you are on InSync.com.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台呢，永远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哈。那当然呢，我在这个舞台上面呢，已经呢是20多年，所以呢是经验丰富的。但是呢，很开心也看到呢，也很多很多新人，他们不断的涌上来。这样的年纪跟年轻人竞争，能够赢奖的话，我觉得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爱你。现在的歌台新人很多，而且呢都非常有潜力，也非常的棒。我觉得呢，我们这些年轻的歌手呢，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有很多潜力，所以呢鼓励他们继续的提升自己， upgrade 自己，让我们歌台在我们的歌台大放光芒。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就让我用一生等待Viewers of InSync.com， 大家好，我在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好，那我是天悦。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荣幸呢能够获得今天的这个荣誉，所以呢我希望呢大家呢会借此呢今天这个颁奖仪式呢对这个歌台产生更多的兴趣，想要了解更多，多多在这个来临的农历七月呢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新加坡的歌台的所有的艺人，那么也要别忘了要支持天悦。 hey, hey,